怦然心动二十岁里面的素人嘉宾太有意思了，每个人的性格特点都大不相同，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并且细心的观众会发现，从第一期到现在，朱菲儿几乎每次录音的时候都选择了王正卓，这也是部分观众喜欢他的原因之一。不管他和王正卓之间是不是有误会，他都在用心对待他和王正卓的关系，可见她是一个很专一的女孩，王正卓在她心里的位置还是很高的。说完朱菲儿，我们再来谈谈王正卓，他也是很在意朱菲儿的。看到因为他的行为不高兴的朱菲儿，他充满了自责，本来十分活泼开朗的他的笑容也少了很多。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误会还没有完全解除，不过只要他们两个人都在乎彼此，后续的结果一定不会差。另外让人惊喜的是，节目外的王正卓的颜值吸睛，看到他分享的一组又一组的生活照，不少网友都惊呆了，没想到生活中的王正卓如此的帅气，这比节目里的他帅太多了。节目里节目外的风格相差太大，节目外太帅了，节目里该不是有人设吧，你早这样波波都是你的了。节目里的你但凡是这个发型，波波和斐儿的群体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庞大，诸多评论一起涌现在王正卓的评论区，可见节目外的王正卓更帅。确实如此，真希望在后续的节目里可以看到王正卓可以以这样的风格出现在节目里。